下塘那个躲着那是。哇，三个在一起吗？哎，这怎么有两个？躲出了一条。一根竹鞭挖了七根笋。哇，东哥，这里有十几斤哦。竹鞭下面找了三根笋了。你看我，哎呀，有一条我，这种要从高开，大姐那个是打果吃了。哎呦，我打到干啥了？我俩一个我不去了。我这不大把水。这后边的小黄鸟，会吃了。这个吃都吃不消啊。都要淡了，听到。哇！终于上来了，一斤多一点。五料靠的，这身体蛮壮观，蛮冷的。
个笋很漂亮啊，圆圆的，两斤左右。假如你发现一个不怎么明显的裂缝啊，看一下里面是不是笋。笋出来今天挖的最少的，可能只有30多斤笋。